Hello，嗨，哎，大家好，今天是算平安夜，是，所以我们一直在熬夜，现在差不多也不算熬夜吧，真的老了，是十点半，是十点四十四分，那我们要上去看孩子有没有睡，因为要准备算布置圣诞节早上的一些礼物，还有别的东西，好，那我们就先上去吧。上去了，这是我们因为孩子已经进去了，所以我们先把礼物就从那个衣柜的地方拿出来，所以可以看到有很多礼物。先看看小卓的，哦，好的，所以这个。小伙子 OK 了，他睡了，好，没问题啊。然后就到下个房间吧。好的，我们到第二间，这是Joey的小房间。好的，先打开一下，该 OK 了。好，睡了。好的，我们先出去吧。那我们这边是 OK 了，孩子都睡了。所以开始去把一些礼物拿下去。好的，然后第一个就是上次太太的礼物，是不是？没有，不好意思，没有那么重。现在礼物都搬下来了，所以都放这里，就等着孩子明天早上起来下来就可以拆开欢乐。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布置，这是我们的 stocking， 就是长袜。那我们的 stocking 的话，在上面就会去绣那个家园的人的名字的开头字母。所以第一个是单眼，就是我妈，这就是妈妈袜，Sarah 的妹妹袜，这样子。那孩子们的袜在这里啊，那。这的话接着是 H 开头，哎 ，H 开头，当时是哦，没错，欣姐，我太太，拍谁？是是是，然后那个最 N 的话是我，就是老公袜，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太老公袜也唔丢啊，皱头痒，无话多。然后那个 C 的话就是 Charlie， 我爸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是哦，还有那个什么，孩子们在睡觉之前就在美国的话都会准备一些小饼干、牛奶。给那个圣诞老公公，所以我们那个小舅比小舅都有准备。那这个饼干超甜，真的是放了好多好多好多糖在里面，但 OK 的。然后那个这还有一些牛奶，那牛奶有点可惜，因为我们都在等着孩子们睡觉，等了很久很久，然后放在火旁边的话，所以牛奶有点热腾腾，但是应该还可以喝吧。还好吧。还有吧，还有饼干，所以我们等一下是，要吃一点点饼干，然后喝牛奶，然后这样子孩子们起来就会看到，觉得哎，圣诞老公公也来过。其实他们有一些礼物，那比较大的是在我们后院子，我前几天有，我们有收到一个跳床，就 trampoline， 那有把那个组装好，也是有藏在我们后院子的那个大楼后面。所以明天早上他们把这个拆开之后，我们就会让他们到后院子去找一找这个惊喜。但我觉得那个跳床他们应该会蛮喜欢的。那我想说，在打开真正的礼物之前，就给他们一些比较好玩的吧，就算弄他们一下。所以我们又准备两个礼物，一个是一个木头，然后一个是一卷卫生纸。反正我会把这个包起来，然后明天早上打开看他的反应。那，哎，我们还没有决定哪个要送给谁，是不是啊 ？Jonah 是木头。Jonah 是木头。哦，Jonah。
然后这个是折笔就对了，好吧，反正好就这样吧，这么就保持来。反正我觉得啊，两个的反应应该会蛮特别。那这个是应该这个反应会很清楚吧？为什么呢？因为明天你在看，我在看，所以我们都会有目共睹。哎，嘿嘿，好的，这个了。然后这个我临时想不到什么梗，但是讲说打开的话，它应该会有一些反应就对了。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包起来，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包起来，然后我们还要解决后面的那个饼干跟牛奶。那想说应该怎么处理啊？剪刀石头布。好，剪刀石头布。呵，好。石头布。哎，这我是哪个？你是吃饼干？我吃这个。好吧。那个糖尿病，我来了。木头，卫生纸卷。我这边另外有分享一个小东西，我觉得蛮酷。就在美国的话，那个 NORAD， 他会每年在YouTube 会直播，或者电视台也有播放，就是圣诞老公公大概在什么位置。所以这样的话，孩子们就家人一起看的话，就孩子们看就会开始紧张，因为看那个圣诞老公公快到你家，或者在你那个区的话，他们会觉得哎呀赶快睡觉。所以这个算是帮我们父母赶孩子睡觉的一个很好的工具。那现在是晚上11:25，那圣诞老公公好像还在加拿大，这样子应该是去看那个小贾斯汀啊，所以希望他可以赶快到美国。好的，那我们先睡觉，我们明天早上见。好，拜拜。晚安，晚安，那就先关灯。好，麻烦你了。先按什么？就下面那个。OK 了。家的后面啊，所以看我们家的话，那些窗口的窗帘都关上了，所以基本上还在里面玩，他们看不到后院子。然后刚好是最近这几天在下雨啊，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到外面去玩，真很好。因为我是趁这个机会去组装那个跳床，那跳床的部分是在，我再转一下，在这里啊，
在这里了，所以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所以想说他们看到一定会很开心啊，很大的惊喜啊，所以我在想说应该是吃了一个早餐之后再跟他们说或者带他们到后院子看有没有发现有这个新的惊喜。嗯，好，现在我们里面的都结束了，所以我们要带他们到外面合照。我们说是要拍合照，但其实我们就给他们机会去看外面这个跳床，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子。那外面很冷，所以小朋友们一直在里面抱怨也不想出来拍合照，但还是跟他们说一定要出来拍个合照啊，要留这个纪念。所以我想说就请他们出来，然后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好吧。真的很冷，今天差不多零度。嗯，All right. All right. Let's go. Here you go. Look at this, Mr. Sinjo. How you doing? Here you go. 在这边拍合照。来，谁是谁？ Here you go. Did he go in the snow? I don't know. All right. May I take a picture? Take a picture. Here you go. I will take it from here. Are you ready?Let's face this way. Come to the cabin. Face this way. Look this way. Look. Ready? Look. All right, guys, look at the camera. Look at the front. Look at the camera. Look at him. Yay. Yay. Say Merry Christmas, my night. Look at him. Merry Christmas.哦，前面是不是个小鸟？它的 bird， 全塔勒。影片就到此为止啊 ！That's right， 啊，谢谢收看。That's right，That's right，What he said。That's right， 好，拜拜，拜拜，拜拜。